Azuki 发护照给社群持有者。第一则新闻，伊隆马又要搞事了。伊隆马克思今天中午在个人推特上，根据伊隆马克发布的内容表示，推特现今为 X 即将新增两个收费标准。第一个是可能是先前传的1美金每年的收费，将让你使用所有功能。社群媒体原本不就应该是免费的吗？主要目的是用来反机器人。不过，我个人认为此举动尽管有效阻止机器人，却可能会导致现今已经减少不少的推特用户再迎来一波潮水涌退潮。第二个是相较贵收费，但可以像是 YouTube、Spotify 订阅一样，让你直接越过广告，不被任何广告影响。个人认为这收费是相较合理一点。究竟之后详细收费细节会是怎样呢？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第二则新闻。Pixelmon 是出游戏《凯文大冒险》，还记得当初 Pixelmon 的凯文吗？今天 Pixelmon 在他们官推上发布了一项在 Base 链上的游戏，此次游戏还带来了简短的故事性。乖宝宝睡觉前，让小编在这里跟你说个故事吧。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丑八怪叫凯文。他眼睁睁地看着别人一直在进化，而自己却被忽视，于是他的嫉妒、他的愤怒促使了他一个想法。在他深思熟虑以及内心挣扎一番过后，换上了他屌丝的秋裤以及一双红牛赞助的飞天鞋，决定了离开家门，踏往伟大的航道。从此，他的旅程就此展开，将成为神奇宝贝大师。此次游戏还包含了10,000美金的总奖金。游戏模式类似10年前的 Flappy Bird， 难度可见会很高。究竟谁将拿走这巨额奖金，让我们拭目以待。第三则新闻， Azuki 护照。 Azuki 今早公布了护照的消息，看来既打算做一个全球巡回演出啊。另外，如果你不能到场的话，还可以在 Manifold 上面铸造一本护照来表示支持，参与者和支持者都可以铸造。护照可以干嘛呢？如果你有买这本护照的话，你就可以收集各个活动地点的印章，类似集邮的概念。总共将会有5站，分别为香港、台湾、澳洲、上海、日本。时间目前判定为香港11月2日，台湾12月，为区块链周附近；澳洲1月，上海3月中，日本3月底。由官网上显示，可以清楚看见活动的参与者以及支持者。总体而言， Azuki 和他们的社区带来了一个了不起的功能。护照不仅对参加者来说很棒，还为无法参加每场活动但想要支持这些社区驱动的活动并添加到收藏家个人资料中的收藏家打开了大门。各位小伙伴们，我们台湾相见。